盖浴室。哦，可以放设置图。嗯，哎，完了，怎么取消啊？靠北京家戏啊！那个浴室设置图怎么取消啊？我的天哪，干！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读之前的档。干，我没有要。Auto set 11分，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。妈，我没有要把浴室放那，操！汉字，下一张。哇靠！这花多久时间做？这样嘞，然后一直收起来，土先盖起来。木材墙要22个，起来呀、啊！无法放置。哎，不是、啊，
说什么木材墙，左边。地板，先存进来。OK， 先这样，先做个装备。啊，我那个嘞，可以删掉。铺木地板，龟壳太好笑了吧！干，这什么龟壳？妈的，全部在这里排队，这他妈小。说农民可以帮忙采收吗？操！门帘、壁挂、火炬，壁挂火炬。
这一个全部做完。还有什么？一二三个布袋，还有吗？看起来没。又要干嘛？哇！存起来。这椅子。一整排都铺，大门在这边。脸呢？小型房间必去。哎，然后嘞？哦，这里放一个原木椅。这有啊，先放木头。哎，不对，这不对。原木椅，赶紧救鬼好吧？罐子外面。喂，水盆吗？对面这边一个布袋。OK， 还有壁挂纸巾上面。搞定。
呀哈！还有楼梯吗？可以了吗？偷看你洗澡，搞定。看有好像有怪的样子哦。新配方，浴巾。采收的功能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镇长之位，干嘛了？讲一下就跑走。怎么了？大树的样子。哇，下面还长啾啾了。哼，那老头啊，胡子哥笑到弯腰。真要怎么弄？粪肥，打倒毒青虫。姐姐。身体倒是很诚实。哎，真是麻烦。小麦哦，哪里有小麦？小房间，做些事。什么意思啊？给他面包。
哇，真的有人在洗澡，习德在洗澡。这个好满，下一个等级。哪个？创造出一个收纳箱。哇操！你们这么麻烦啊，干！先做他的好了。金云制造一个有罐子和挂壁巾。啊？什么意思？超小间。我看一下。布置地板。盖一个小房间，去看一下哪里可以盖。要不在这里盖吧。这里附近哦。超小房间。可以借个过吗？
自己叠起来就好。地板敲掉，放这个。哎呀！这样我要怎么放啊？钻石和碧金石，包心菜让他们拿那个什么，包心菜他们拿去种。罐子，哎，我现在怎么少很多东西啊？哇塞，靠北啊！我没有木材。靠腰啊！
兔兔傻小。最多翠暖那个打死了没？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来来来来，搞阿贡，搞阿贡。他妈的，罐子还有必经子。必经子，小麦袋罐子，排队洗澡。妈，我进去偷看。哇哦！那我还有一个。
哪里有那个、啊？哦，那次。哦，真的麻烦哎、欸。它要小一点的，不然怎么没有亮？罐子有罐子和壁挂壁金的。大千里，哎，看一下，干你娘，那个是厕所。创造粪肥没有啊？干你你！哦，所以他那个是在那里做。
怎么把它拉回啊？这样采收真的很累。真滴累。